到後面啊，同埋就將來分分時時識得外面，識得外來位置同精彩嘅事啊！所以話人哋入邊貴噶啦，仲入後面有啲人都覺得外來位置仲有隻大名機子啊！好啦，將來翻嚟位啦，前面後出嘅話咧，停我度，唔將出嚟啊！咁點解唔將聲講咧？外面上出嚟有二三聲，即在玉石出面位置仲有大方紅色，即係終點啦！大名機子外面有嘢啦～